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休闲动作游戏啊，叫做《现金岛枪战》啊。这款游戏呢，大叔刚才试玩了一下啊，感觉它既有马里奥的风格，也有一些魂斗罗和冒险岛的要素吧。进入游戏看一下啊，这就是咱们操作的人物了，像素风格啊。那这个风格非常像大叔之前给大家录制的一款游戏，叫做《热枪》啊。这有个教程啊，第一关。捡到了头盔可以抵御一次攻击，而且呢，捡到头盔之后啊，你就可以顶这些砖块了啊。现在啊，好，黄色的帽子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帽子有好多种颜色了，黄的啊，蓝的，还有一个原亮色啊啊，希望咱不要捡到那个。好，捡到了一个裤子啊，看画面的右上角，那它有五滴血，这个裤子可以踩五次东西啊，五次。而且可以垫脚啊，踩到之后可以蹦得更高。普通情况下你是不可以踩人的啊，踩了自己就挂了。好，捡到了武器啊，捡到了一个 RPG， 帽子又换到了一个蓝色的。你拿到武器之后呢，跳的就不如原来高了啊，像这种地方呢，只能把武器放弃掉然后再跳走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吃到上边的这些了啊。嗯，这又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枪。这个游戏可以双手持枪啊，这个真的啊，我怀疑它就是热枪那个公司出品的。拿了两把枪啊。好，过了第一个地图，然后第二地图啊，每一关，哎，又来东西了啊，这是食人鱼啊。好，捡到了个连体裤啊，这个气球也可以踩啊，可以蹦得更高。到这儿就需要帽子了啊，因为它不像马里奥啊，出门就能顶东西啊，它是不行的，需要捡到这个安全帽。枪还是很猛的啊，把食人鱼这个可以打。食人鱼可以清啊。这里呢，我觉得最好是拿一把枪啊，因为拿两把枪跳跃的太低了啊。啊，一把枪的火力其实就够了，这个游戏。啊，这里应该踩人啊，然后打。已经跳不上去啊，跳不上去，必须把枪扔掉了啊，这里。所以枪不是一个很靠得住的输出的东西吧，因为很多地方你需要把它扔掉。哎，不给东西了啊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手雷。应该是有三发雷啊。三发手雷。啊，咱们不能踩人啊，不能踩，碰到就挂。箱子里伸出两把利刃啊。哎，你看细节做的啊，左边那管道上我把那个阀门打掉了啊。观察一下啊，啊，第二个箱子这个扔了吧。就扔了吧。好，继续。嗯，因为每过一关你的装备之类的就重置了。哎，哦，这家伙还在睡觉啊，你们卖卖这个卖不卖东西吧。
这把枪感觉还可以啊，很轻。啊、哦，喷气背包就可以跳得很高了啊。这里把枪扔掉吧。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哎呦哎呦！完了完了！踩箱子它自动发动这个东西啊，我没有了啊，不能踩它们了，不能碰它们就是。啊，在这别动啊！好，走。这家伙撇啤酒瓶啊！又过一关啊，还是顺利的啊，前面这些。啊，有地下的关卡，这我想起了马里奥系列的一关二啊。来，给东西了啊，给道具了，这个道具捡着，给了个帽子，挺东西的帽子啊，不能碰它，不能碰它，咱们现在没有裤子。哦，散弹枪，先把这清了，然后利用喷气背包上来，还是有一定的动作元素的啊，和解谜元素。哇，这个桶会爆炸啊！哎，啊，它在这儿。收鱼仔，再来一关，玩起来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啊！好啊，捡到了枪，哎，哦，在这儿用啊，幸亏他循环给。这是给了个什么？啊，踩东西的这个裤子啊，这里很难。你把枪扔掉吧啊！应该是怕被砸的啊，砸了估计就挂了。好，过关，咱们回到菜单啊，看看咱们的别墅，看可以买什么啊，这是枪吗？好，太阳伞，哦，这是显示屏，可以看见自己还有多少钱啊。哦，咱们还需要再赚3500吧，才能把东西买齐。啊，现在还有362块钱。啊，这应该是把这个武器打开了啊。啊，那好吧，那这款游戏呢，就给大家试玩到这里啊。可以看出来是一款动作元素和解谜元素都非常丰富的小游戏了。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游戏的名字，叫做《现金老枪战》，现在已经有了汉化的版本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